11月26号早上7:51，熊出没，阿泰、杨炳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发，抵达山峰1号吊桥。有熊出没。哎，你们讲的小心有熊出没。现在阿泰跟杨炳到达嘉兴住宅所休息片刻。好，休息一下，补充体力再出发，抵达黄麻1号吊桥。好，大家继续往前。熊出没、阿泰、杨炳抵达瓦拉米吊桥，走到边走边打瞌睡。好，现在天气在下雨，下雨中。那最后有一段路。哇！哇！哎呀，作业加速了。哇！继续前进。下午2:30，熊出没、阿泰跟杨炳现在抵达瓦拉米山屋。现在天空状况下雨，阿泰会就开始准备晚上的食材。对，主菜那个鸡腿跟那个土沙曼都是一份哈，都是一份。然后后面的打先打适量，因为你们还有一些山友还没有到。好。还有他几公，他有几公里？那个有土沙曼呢、啊，土沙曼那个雕吧。对。雕了。哎，做这青草的，哎你们很厉害的。哦，谢谢夸奖。哎呀，怎么煮的这么哎？色香味俱全呢、欸，这么厉害，在这种地方还可以煮这样子。背上来很难的。哎呀，辛苦了。11月27号清晨5点，熊出没、阿泰跟杨炳现在在瓦拉米山屋这边，要准备早餐。现在时间8:50，然后现在8:50啦。山友们都离开了，我现在熊出没的阿泰正拿着扫把来清理瓦拉米山屋，可以说使用者付费，然后这个付费的人就交给阿泰，不是收费的。哎呦，好，我们先打扫。Oh, God.